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七龙珠》这一部漫画呢？虽然它已经是20多年前的作品，但是人气依然历久不衰。而现在这一款《七龙珠》触碰战斗，只要你用触控的方式来回味当年的感动，我们一起用手指来发出龟派气功吧！讲到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漫画，绝对不能漏掉鸟山明所创作的《七龙珠》。这部累计狂卖超过4亿本的漫画，不但是近世纪录的漫画冠军，推出过的对应游戏更是多到数不清。万代南梦宫日前公布的这款《七龙珠触碰战斗》已经推出 Android 版本，让玩家能够以触控的方式玩游戏，轻轻松松地发出龟派气功。游戏会收录原作漫画中的经典桥段，以孙悟空为首的漫画英雄尽情地展开战斗，玩家只需要触碰对手就能够用超绝动作来攻击，好好的运用触碰的功能，使用超必杀技轰向对手，可视爽度100%。本作也可以利用蓝牙的连线功能跟身旁的好友连线对战，玩起来更加过瘾哦。